老雷，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，趁这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得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啊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。哎，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兑奖都不在话下，样子是故意做旧的。农民请注意，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庆生。重，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熊你低调点噻，大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。又是宵禁，又是查局，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最近我干了票大的，哼，把铁狗的增压机系统给……老雷，一起加入组织。干，跟铁狗干。哟，老雷，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。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什么废铁啊！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。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熊惹事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，把老熊抓走了。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我知道是谁袭击的，是老熊，黑大狼。啊！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凶多吉少啊！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。这，我这就去火炬塔，把老熊带回来。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熊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Thank you.
飞的就是破，破增压机，还不说是因为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，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巡逻的狗兵变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
哎妈呀，是雷哥！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背着个这个大家伙，是去救？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通。我要去火炬塔，这条最快。明兔不说暗话。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。这通讯仪是熊叔。给他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谢雷，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熊没少问你吧？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其实啊，铁狗的，哎，那啥，雷哥，要不你试试旁边这台中断机？大力神，大力神，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保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，只要十荣币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是已经被抓了吗？老大怎么还让我们守在这儿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有组织那种啊！上次差点把变形钻头，钻头现在可被严厉的守着，农民过去就是找死，没了钻头，那帮家伙绝不可能登上火炬塔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上火炬塔。我得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上火炬塔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
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？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。捡回一条老命，这年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五师傅去铁狗那儿抢过。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。你去找五师傅打听打听，他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五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五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，你也来一瓶补补。你救了我，不收钱的。
吴师傅，宝刀不老啊。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吴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，不管多危险。难怪了，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……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。你这机械拳潜力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若你能找到磁盘。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。吴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，唯有先出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极恶拿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铁狗所设的隔离门。你找到极恶，拿回数据磁盘，再向吴师傅打听钻头下落。
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日皇飞拳！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日皇飞拳。
师傅。施以长技以制夷，用磁盘和这台机器能够帮你更快。这一次我看你应该先学跃升拳。拿到更多磁盘，就能继续解锁机械之力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未果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发电站的最深处看守。然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可以一战。多谢武师傅教诲，我去了。右侧内屋的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站。欢迎光临老秦的店，既然是武师傅推荐来的，就给你打个八折吧。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用正当手段花大力气寻到的稀罕物，以我老秦的信用担保。老鼠的信用，彼此信任，买卖才能做大，所以我早就退出蜀帮了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不行。多谢惠顾。
听说了吗？下城区的首领极恶，居然被个兔子打散架了，修都没法修，直接拖去回收站了。呸呸！别吓唬自个了。极恶那几个弟兄，不就仗着块儿大，才在我们面前耍威风？其实，老大哪管咱们的死活呀？我听说了，那兔子背个大铁拳，可不好惹。要是真到这儿来，咱俩肯定干。你当发电站是什么地方？有军团最强的防卫兵器，再厉害也得揍趴下了。别废话了。真刺耳，一定是吴师傅所说的机械怪了。
再次到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秦老哥，我来替你报仇，你可以死而无憾了。
警告！